我们每个人都试着在逃离一些的东西。We're all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逃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的去想我们要去到哪，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想在哪里而已。你了解我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去到一些的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最后它会扼杀、毁坏你的未来。Because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在牧会的教会，几乎都是街友，然后有一半的人都是有 substance abuse 的问题，都是有药物、毒品或者是酗酒的问题。然后当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有瘾的人，每一个毒瘾的人、酗酒的人，都是试着在逃离过去一些的痛。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去面对你过去的失败、过去的错误的方式，正在摧毁你的未来？你走向一个东西，你还会只是一下子笨。But what you don't know， 这是一个不归路。第十节这边说，雅各他离开他的家，离开了别士巴，他往哈兰去。但他到了一个地方，在路途上还没有到哈兰哦，到了一个地方，路途上到一个地方，太阳已经下山，他就在那里过夜。他拿一块石头当个枕头就睡了。这个梯子立在地上，上帝的天使。上上下下，上去跟下来，照道理来说，应该天使是下下上上，从上面下来 ，because that's where they're from. Angel 是在上面，通常一个拉的应该是天使要下来的地方，但是雅各看到的图片却不是这样子，他看到的图片是天使是从下面上去的。Why? Because the angels were already.There. 神都已经知道他在这个 journey 里面的每一步路，神都知道他中间的每一个 stop。 在雅各去到那个地方之前，神就已经差派他的使者去到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梯子。 And I got news for you. I got news for you. Sometimes 你在你的 mistake 的里面，在你的过去的错误的里面，在你犯错里面，你会一直期待神的救兵可以快来，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救兵不会来，因为神的救兵已经来了。Stop waiting. It's already here. God is our ever-present help in times of need. 神不是要拆派他的救军，神说我已经在这里。 I'm right here. When your mistake 在你的问题，在你的错误，在你这所有东西里面， I'm right there with you. 我在那里。My angels are there. My presence is there. There's nowhere you can run. 你没有办法逃到任何一个地方，是逃离我对你的爱。你没有办法逃离我对你爱的范围。You cannot outrun me. 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